迎向台风，朝向海南岛，而且越来越强啊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主持人您看气象》，气象看主持人去了。这个迎向台风啊，昨天经过菲律宾的时候，高达17级，而且非常的强烈，中间时速曾经一度达到240啊，少过菲律宾李颂达的西北方向啊，应该是有算登陆了哦。现在来到哪里呢？现在来到东京啊，118度啊，北纬大概18度的地方，离海南岛的东方大概750公里啊，中间时速165公里，相当于14级台风的位置，朝向西边，一直靠向海南岛，每秒48米，每个小时可以跑20公里，朝向海南岛一直叫冲过啊，而且这边的温度跟海洋的能量非常的充足啊，因此它在24小时之内会急速成刚起来到15级左右的台风系统，到16级左右来到这个海南岛的前面啊，到底这里有两条路了，为什么有两条路呢？东北方向的太平洋高压的尾端扫到南海过来，但是啊，从泰国啦、辽国方面、越南方面来的一个高压，一直造成它会慢慢转向这个西南方向，所以它会不会登陆呢？这个 GFS 预示会比较靠近海南岛前面，就弯向西南方向，但是这个预期总认为它比较靠近海南岛，它的外围环流可以扫进到海南岛，所以这个影响范围和扩及到哪里呢？香港啦、广东啦，这个海南岛都是它影响的范围，所以这个它的外围环流会扫到这些地方，所以这些地区的朋友要相当注意哦，它的后坐力啊。但是啊，这个迎向台风啊，在24小时之后就慢慢转向西北方向，但是它也有两条路可以走呢，直接给它登陆越南，或者是来到南海就消失掉呢。到底啊，这个迎向台风在明天过后会产生什么状况呢？是登陆海南岛呢，还是到越南去呢？请继续看主编辑看气象，气象看主编辑了，拜拜。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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